放第一蓝莓园。弟弟，这还没有熟啊，没熟。对对对，过来，对对。还没熟呢，它这个小，它看着密呀、啊。放到，待讲都要待好的。熟的颜色看，来。这是熟。这家净瓶子好大。哇，超级大一颗蓝莓。那它自己就掉下去了。哇，好甜呐！这每年夏天我们地上掉很多很多。好好吃。你看我这个，你看我这个一碰一碰就掉。你稍微怠慢它，我就说你直接掉地了。果实都是欧米，大颗大颗的。大颗小颗，你看你进来，你进来从这里看，这虽然没有还没有熟，但是各种各样品种都有。我们那个，我们总共种了近300株吧，整个加起来，各种品种大大小小有十多种品种。白酱，老二没让他进来哈。老二太调皮捣蛋了。你给他关在外头了。对。他把这些树都给你踩断。哇，这棵你看看，不过但是，但它很大棵，都熟了。这些还挺熟。哇，好多！就颜色变了以后，真的不能让它掉队。不是一起熟，它一点点一点熟，很麻烦。对，你就天天过来看。对，今天好多都没有认真摘，就让这些朋友啊、客人他们摘走去吃。它背后的。今年呢，就好好摘一些。你这个还没熟，这个。就这样，一会儿我就能弄一筐。真的就是几个塞拜。今天阿黑没来哈，阿黑太捣蛋了，他进来他会把我的蓝莓给我树都给我掰断，不让他来。呆姐，哇，呆姐好姐姐，看看你呆姐，我呆姐可完了。呆姐，哇，呆姐，这有个什么？你要现在拉网哈，不要拉网的话，你真的你跟鸟抢啊？对呀、啊，抢不过他们。嗯，差不多了，这边都绿了很多。今年真的是就是小年，今年我这一颗是密密麻麻的。我们去第二蓝莓园。这个蓝莓我们都摘不了，熟了就被鸟吃，熟了就被鸟吃。这个也是很多的。对，熟一颗鸟就叼走一颗，所以我们就必须得给它弄到园子里。这些能长得多好。对呀、啊，这个也是几乎我们都会收不到的。现在我们去第二蓝莓园。